电商纷纷推出优惠活动，一月份卖气最旺的商品就是清洁用品，其次是过年围炉必备的年菜组合，民众抓紧时间下单买年菜，各大电商物流站也早就开打。来自韩国的电商酷棚主打24小时快速出货，台湾本土电商像是全联有4座物流中心，全面自动化仓储，更打着今天订明天到货，更投入超过500亿强化物流。电商某某今年则是有部分春节商品出货不打烊的服务，北区物流中心号称客户下单到包装仅需10分钟， PC Home 则是投资约29亿打造科技智能设备，减少人工作业，加速出货速度。专家也观察各大电商品配送也纳入短链物流，业者在年菜甚至是其他的物流的这个部分是配合当日配，像计程车或者是机车的这个快递，相对会减损所谓的物流的风险。未来电商的物流卡车逐渐变成一个卫星仓库，从总仓库开到某区域的定点后，由短链物流的机车或计程车前往定点分货送货，加强整体送货效能，创造电商买家卖家三赢。华视新闻林丽婷、谢君仲、彭冠霖台北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易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